56岁刘嘉玲排队做核酸，穿着严实，打扮奇怪，手机放在采样桌上惹争议。刘嘉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做核酸的照片，她晒照并发文写道：“早安平安。”刘嘉玲出门做核酸相当低调，全身上下都被衣服帽子遮挡，除了黑色的口罩之外，还特意戴了一个大黑框的墨镜。刘嘉玲全程十分配合，在核酸时手还下意识举了起来，也是相当真实有趣。有网友看到刘嘉玲在做核酸的时候，手机摆在采样点的桌子上，采样点经常人来人往，桌子肯定是无法保证完全干净，没有细菌。在做核酸时，要避免自己的身体部位接触桌子，更强调手机等贴身物品一定要放在口袋，而非放在桌子上。无论如何，刘嘉玲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核酸检测了，连这种基本的问题都忽视了，也难怪网友会出声提醒了。